本期讲解一个小红书蒲公英第二弹啊，冷知识新玩法，第二版，照搬作品，无需任何操作，轻松日入2000。冷知识一直是人们很喜欢的类型，既能增长知识，又不需要长篇大论，这个项目也是非常好的，几分钟也可以就可以做一个作品。课程包括项目的介绍、操作的流程以及注意事项。这下载之后整套教程，视频也比较简单，也比较小，但讲得非常清楚。如果需要本堂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，冷知识新玩法，或者是小红书蒲公英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